谢谢我们家于老的六六，感谢我们家流星污秽大哥的十六。张雨桃炮。刚才那个棋质量真的很高，大家可能是对这个棋盘有点不适应啊，但是我们这个棋本身已经很高了，棋圣二级，在上一两级差不多也接近大师的水平了，所以咱们这个棋的质量理论上来讲比天天象棋的9-1，比天天象棋的9-1水平要高啊。谢谢我们 JY 大哥的大气啊，如果不换的话像我的直播就做不了了啊，我今天有跟平台沟通一下，有跟平台去交涉一下，直播现在不好做。谢谢我们猎豹大哥的办卡，再次感谢我们猎豹大哥的办卡支持。谢谢我心无节的大气支持。对方想平炮打我的车，对方这个棋拱兵之后啊，想干点什么，想平炮以为打我死车，怎么说呢，车这边来不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进炮就为了解救我的车的。哎，对方如果平炮打车，我必是这个棋把车闪开，对方一吃炮给车生根，你想打我死车一个小渣渣，对方还想弄死我个车。这棋是换棋，我方把窝心马推出来，有个退炮打他的棋。哎，退马的目的是为了退炮啊。先拱兵吧，大姐，对方飞象，我们先把兵过河啊！他想弄死我的车。这个棋，我们对方走平炮，这个棋我们在夜九之前下9-2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啊。我们这个像现在这个等级水平已经提上来了，不是昨天那捏瓜切菜了啊。这手棋对方至少有9-2、9-3的水平啊。你仔细分析一下，它比那个天天象棋里边的棋还要精彩。上盘棋很精彩啊，我们刚才拆解之后，对方没有吃我的兵啊，以及后续对方没有被打死车啊，其实对方这个棋啊，这个级别下啊，不比那个天天象棋里边的差啊，甚至比那个更优秀，有些棋很值得揣摩。好了，退炮打他，这个棋他得走走吧，他要往这儿走，我上马，哎，双马我先把走出来，我妈通过退马上马的方式把马走上来，那对方来这儿来不了啊，这是马脚，往这儿走刚好上马蹬他，哎，往这儿走再马脚，往这儿走不行，对方得龟缩回去，哎，对方得往回龟缩，你看你的小渣渣。那么对方除了退炮把这炮走开还有什么棋呢？最好是进车，哎，对方这个棋
你要么进去，要不退炮，但是退炮不好走，这儿走不了，是吧？这儿走了我上马呀。啊，你要再往下压的话，我不是无根绝望，还想压住我的这个棋局。我方通过退窝先马，将来上马的方式把这个赶走。那对方如果进去的话，我方退马蹬着他，再吃着对面的炮啊。所以对方这个棋用兵换个炮啊，要么那就得退炮往回龟缩，这龟缩更难受。哎，我方这个棋红棋走的退窝心马再退炮，这个棋非常精彩。精彩在哪儿？对方这无根的绝炮被我治了，哎，恭喜叫喜得贵子，哈哈哈！哎，对方这个棋进炮走的比较冲，哎，将来上马还想瞄我底香，首先我的马能给象声根，其次中炮走过去，下一步进炮天地大炮对面飞啊！所以呢，对方其实进炮压制我的车，这手棋走的是很有问题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方怎么来治他的？走了一步非常巧妙的窝心马，哎，对方下一步摆炮之后还想进去砍我的士，弄死我！哎，我这个棋，我可以给你个士，但是你不能一下子要给我弄死啊！啊，送一个士他就啥棋没有，非常精彩啊！这个棋我方的退窝心马走的非常到位。一会儿我们复盘一下啊，研究一下红旗退窝心马退炮对对方这个炮的反制，使对方这棋咋走都不行，嗯，很精彩啊。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就笑这小旗儿，一般人他能走出来吗？笑笑这个号已经快接近大师的水准了，棋圣二已经快接近大师的水准了。嗯，我这个啊，因为昨天用这个号啊，这个非常不好，就是捏瓜切菜，所以今天叫专门的把这个号升级了，升级到快接近大师的水平了。所以对手其实并不弱，只是叫太强了。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摆炮的目的非常明确，把车露出来要攻击对方马，同时这个马根本没地儿走，往上上马进去铁门栓，往这边上马有小边，同时铁门栓，往这边退马，哎，就啥棋没有，铁门栓。他只有往这儿退马，因为往这儿退马的话，这个棋底线他能守一守，我进去铁门栓他可以吃我。这个时候对方退马，为啥我要摆炮？就等着对方退马呢。对方一退马，我这一打，对方一打，我进去对方退炮，他还能解一解。哎，我方为啥摆炮来这儿？就等着对方退马呢。哎，对方退马才能防止我方进去，这个点站不住。希望我们家的粉丝大人们能适应一下这个棋盘啊。嗯，笑笑这个棋已经下到了接近大师的水准，嗯，以80%的胜率啊升上来了，专门做下了一天这个棋，已经升上来了啊，不像昨天捏瓜切菜了啊，就是这个棋子稍微的跟那个不太一样，特效会多一点，希望我们家的粉丝大人能够包容一下，天天象棋现在不太好下。嗯，经常来一些系统号，有事没事的就我下9-2，就都是9-1，好多9-1，总遇到9-1。嗯，就不光是笑笑，现在所有的就是包括主播，包括下棋，笑笑这个知道的粉丝啊，反正天天下棋就最近不太好下。